小智放学翻到屋企，即刻入房打机，突然有个三唔识七嘅玩家话有平武器卖俾佢，小智见咁笋就立刻过数，之后就俾人 block 咗啦。当小智嬲嬲猪之际，交友 app 突然收到信息，有个靓女主动邀请佢除衫 FaceTime， 小智按耐不住要出啦，点知就俾人影咗全相，仲勒索佢话唔俾钱就摆条片上网。小智终于明白世界上冇免费午餐，就直接上网揾 part time girlfriend， 但对方话惊警察放蛇，要影佢张身份证，仲要买点数卡做保证金，就系咁，小智俾人呃咗三次，呢啲网上陷阱，再讲你都嫌我衬气，不过每日都仲系有人中招，你唔会系下一个嘅可？